外作战，最主要的就是如何隐藏自己，不被敌人发现。无论外界因素如何打扰，我都要保持纹丝不动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哪去了？队长，队长哪去了？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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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哪去了？队长。是啊，日日日，胡将总部，胡将总部，我们队长好像牺牲了，好像牺牲了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我是队长。谁？啊？谁呀？队长啊！哎呀，队长！哎呦我的天哪，队长！哎呀，你隐藏的也太深了，队长。是啊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想当年我在垃圾堆里隐藏了七天七夜。熙熙攘攘的人群愣是没发现我是个垃圾。队长，你真是个垃圾啊！别夸我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报告队长，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，被困第三天了，弟兄们都打光了。不可能啊，怎么都打光了呢？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打的呀。都看明白了，我们被打得像孙子似的。总部给我派的千军万马呢？在。在哪儿？我叫千军。啊，我叫万马。人名啊？你俩咋不叫出入平安呢？出入和平安，他俩没保住，牺牲了。这场战斗打得太惨烈了，成灰就行，散开。